在除草是吧？伟晋，哇塞！天哪，怎么这么帅？哦，哇，帅帅死！真的假的啦？是假的。你的五官整得很凸显出来。我以前我发髻的时候就最讨厌留平头了，因为流汗的关系，在用年前。没有，因为平头要好，就是变是每个人头角度，就是你要依照角度去把它弄圆。啊，所以他们说其实平头更难，圆头更难。啊，对，他以前都是给那种家庭理发。对啊，他那个是根本就不会，完全不会去跟你顾这个头型。啊、有点可爱。很可爱啊，很帅啊，我觉得很帅，很好看。纸巾，擦一下。帅的要命，我要给纸巾看，因为真的很帅。纸巾，我觉得很帅。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觉得你五官整个非常的立？那我那个脸弄假的。整个额头这边的感觉很好看。有湿纸巾吗？可是他妆这个粘住了，没关系，妆我素颜也可以。好。狮子进去就好看了，脸帅，你整个练亮起来，真的假的？可以，那就好，那就啊，太好了，我有点失望啊，蛮好看，原来觉得要很丑，对，有点失望。有没有那个狮子？有点帅，在哪？在哪？